反向指标突现，爆炒元宇宙的股民们集体颤抖。美金牛眼菌，昨天沪指在高位收出三只乌鸦之后，牛眼菌一度颇有点担心，如果迟迟收不回五日均线之上，并且上面那个跳空缺口迟迟不补的话，这个阶段性顶部就有成型的可能。不过今天沪指颇为给力，直接用一阳吞两阴的方式吃掉了昨天和前天两根阴线的实体部分，并且收复了跳空缺口的一大半。虽然今天华林证券没有龙虎榜数据，但是从前几天的龙虎榜数据也可以看出主流资金对它的态度。12月8日、12月10日期间，华林证券连收三个涨停板，一个机构专用席位位居买三。12月14日，华林证券低开低走收于跌停，几路游资纷纷出货，但是一个深股通专用席位和一个机构专用席位分居买两和买四，继续买入，证明主流资金在下跌时仍然看好，所以迎来了今日的大反攻。不过近阶段除了元宇宙概念股持续性较强外，市场中的板块表现经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，持续性都不太好，所以较好的应对策略是高抛低吸，不轻易追涨。赵老哥，元宇宙相关投资版图覆盖面广，主要包括硬件与操作系统、后端基建、底层架构、人工智能、内容与场景、协同方等六方面。从目前市场挖掘方向来看，在内容与场景方面，预计游戏是起点，同时涉及更广泛 B 端应用场景、社交及其他泛娱乐 C 端应用。逻辑分析，今日氢能概念盘中崛起，多只个股大幅上涨，美景能源强势涨停，